走了啊。你去哪里？对啊，医生嘞，啊，无做会出来啊？你出来困啊？要啊！他拄仔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迄厝边查某囝，我安尼哦，大概无法掌握，你知无？哦，变态哦，整天就知道看女生那两粒，没出息。靠背哦，看查某人，无看迄两粒，无看什么啦？哎，新哥，你三个嘞？好，三个。哎，站住！三小，莫插嘴，行。干瓜小啊！你家东西啊？你娘老老了啊！哎呀，我操！你们三个是神经病哦！特地回家换泳裤，还拿脸盆，然后在这里泡海水。这么想玩水，旁边就海啊！你不会直接跳下去哦？你是白痴哦！我哪样游泳哦？你们淹海水起来泡啊？啊，你是没看过广告哦？天然的上好，自然的风。搭配美丽的夜景，海风徐徐吹来，我的心也跟着痛起来。你哪有的？刚你是做对的哦。杰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有看到后面这些游艇？我只差一个机会啦，如果机会来了，我就给他们全部买下来，再一人送你们两台啊！困梦困麦大力兵忙啊！我感觉今麦那里袂歹啊，真快乐啊！想要拼啊，唔想命去换，就想换心机啦，换他妈神经病！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、欸。你不想要拼，我还想要买游艇呢、欸。我就拼给你看！啊！阿俊，你在干嘛啦？危险哎、欸！你快点起来啊！哎呀，太夸张了啦！
要分哦？分一支啦，没有，咱两个分嘞。对，啊你哪有分？你不是无你吃的？靠北哦，谁说当流氓一定要会抽烟？啊、我不抽烟，身上不能带是不是？问一下而已，凶屁哟、哦！你们坐一下啊，啊！你要去哪里？买烟啊！我也要去。啊，不用啦，厦门很远呐、啊。你要不要喝饮料？我要去考。好好。我要一罐啦，加一加一加一，啉尿啦，差坐着人林书豪啉尿，啉尿啦，你喝啦，你喝啦，你还是你该喝，我不要。啊！你长是啉烧酒醉哦，讲讲遐有诶无诶？没有啊。哎，五你大只咧五。啊，对啦。别啊，紧紧！阿豆，喂，话好我讲啦，别讲啦，别讲！哎，冲啊！少年，少年，遐内底开始录房间呢。嘿，我倒看到两个叫十几人硬咧讲呢。Thank you.
怎么都没有跟我联络？出来多久了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？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我吗？当初我跟阿峰在老地方等你很久，等了你很久，你都没有来。你知道我有多寒心、多害怕？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把我一个人丢给阿峰？你自己扛下一切走掉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们结婚了吗？
阿伯，阿长身体好唔好啊？好啊。把照片给他，我看卖啊。哦，长身体还阁袂歹。给啦，阿家里食。哎，阿你是食？这间店我开的啊。啊，这间不是之前六哥开的。无啦，伊搬人啊，阿阮头家甲搬起，啊，即卖才拢等候我咧处理。哇，袂歹啊！啊，创偌久啊？一礼拜。一礼拜，阿帅来咧创啊？唔知，过去试。过去试。好啦，卖搁袂离就好啊啦。伫外口当地的感觉实在袂歹啦。嗯。感谢你伫内底照顾啦。来啦，兄弟啊，卖啰嗦啦，今仔日哦。咱好好饮一杯啦，饮济啦，许卖饮啦，许卖饮啦。这范围几啊杯？范围几？你当作你还搁伫内底哦？来啦，嗯。老弟，阿你阿济啊，我心算是阿小的。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对啦，俺朋友呢，还没领呢。不用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用杯饮料给你。阿姐，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对我很失望，也很生气。这钱是阿峰让我给你的，希望你不要去找他麻烦。你是在给他洗面的吗？对不起。大，大，我有，先拜拜。
较大，今日同埋你敢知影？好诶，我哩入去遐侪年，辛苦咧。袂啦。时间过了真紧，算算诶，我小弟嘛死个七年啊。几个礼拜？大刘提前讲哦，安尼我先来。事情想跟你说，谢谢东海这几年的照顾，当初跟你借钱是老大二话不说就借给我，这几年在公司工作，钱也还得差不多了，大概剩10万左右。这里是10万，谢谢导演。你的意思是要离开公司？是，我决定要离开公司了，而且我跟医生要结婚了，我想要过安定的生活。容易嘞，贴我会给你放好吧、啊？当然，一定的，一定一定。哎、啊，贴吧哦，嘛会给你放好些。是，那我先离开了。
爱幸福呢。你先回家，东西收一收。怎么了？我们等一下老弟房间。发生什么事？不要问了、啊！别走啊！你有眼睛怎么了吧？慢走！来来来来来来
你去救阿峰好不好？他刚刚被俊荣那边的人抓住了，我打他电话，他没有人接。我求你帮我去救他好不好？干我屁事啊！阿姐，你看在我们曾经在一起的份上，我求你去救他。他是你兄弟，你要知道我们在一起啊，兄弟，什么兄弟啊？你每天过来时阵，你敢哪敢回去？有人敢寄菜无？这条腿我打落来呢。你别乖六年啦，六年啦！他妈的，连你都跟他跑了，他妈这叫兄弟哦？啊！你当初进去的时候，我都是阿峰在照顾我的，我身边没有别人，我只有阿峰。你进去的时候，你家里的一切都是阿峰在打理的，是他每个月借钱给阿妈，给阿妈过生活。他怕他老人家担心，就跟阿妈说你是去台北工作。就连阿妈死的时候，都是阿峰一个人拿钱出来处理的。因为我们不想去看你吗？我们没有脸，也不敢。我们很愧疚，阿姐，我求你，你帮我去救阿峰，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。爸，恁先等个公司呀。好。阿峰，你咪作穿诶，叫恁斗阵诶来甲你救啦。啥人倒在包间诶啦？人紧叫啦！好吃兄弟，你要大声啦，来啦，吃饭啦。我先来收煞恁阿峰啦，等下才来收煞你啦。
走了啊。你去哪里？不知道。一个黄皮汤，一个粉肠，啊，一个猪皮，啊。哎，阿姐，吃啦！哦，你出来了呢，来坐啦，坐啦，哦，我来啦。谁啊？我谁？哈，我他三八的，我小婷呢？哦，来啦，来坐。小婷。哎，对啦。靠腰，你变得大颗啦！你谁靠腰哦？什么我大颗，你才大颗啦！讲啥俗，吼，还白忙呢。阿你阿公诶，我阿公，阿公怎么了？我阿公去世了。哦，现在出白忙诶。拍死，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安怎啦？哎，靠，你知道我进去了。你进去？你问谁？谁不知道？大家都知道你进去过吧？谁行啊？靠腰啊！靠腰啊！大家拢知呀。不记得了呀，怎么好像怀孕了哦、喔？啊你嘞你嘞，我还都没说嘞哦、喔，那肚子怎么回事啊？说我嘿啦，我怀孕哦、喔，六个月啊，被准备被生啊啦哦、喔，真正是哦、喔，嘿安怎？讲遮啦，讲遐啦。啊你嘞，你有点无？有点无？哦。